好，我是妍妍。之前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多肉的叶片给它搬掉，我就说给它搬掉，然后它下面会抱很多小崽，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抱小崽吧，走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，看到过最美